我加水了啊，你们还有什么要夹出来的？没有，加，快快快快快！快让我铁哥，不要这样，这样子找对象，人家会发现的。那你不要告诉他嘛，你们晚上去千万别。那总得吃饭嘛。小西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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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还觉得压得不舒服，现在吗？就一直都不舒服，喘不过气。那你要吸一点氧。要不然我们给拿个氧气？哎呦，还喝了一口的。我去哪？没别的了。有氧气瓶吗？大眼有一点不舒服，我们先给他谁不舒服？大眼他还是有点。先吸个氧吧。你说小西啊？不是，就是大西。大西，没事没事没事。顺西不舒服。有好一点吗？不知道。你来的路上睡了吗？睡了，但那时候就很难受。醒来就难受了。嗯、不要洗澡，不要洗头。你现在最好像我这样把头罩住。对，不要在乎形象，把头罩住。头不吹风就很对会好很多，会好很多。哎，你看我就不吹风，坐月子一样。我又在坐月子，哎。So sad. So sad. 到，哎，你忙啥呢？我给他烧点热水。哦，哎，我刚才烧着呢。你那个没风挡，你烧不了的。哦。看那个户外 boy， 他这个真的很赞呢、啊。没有他搞不定的事情，感觉。你太冷了，这样。好。来，老公。加西的冷么么哒，给他烧个水，我担心他一会儿晚上高反，真的万一越来越严重。嗯，那我陪你吧。白白的一小坨。啊，很暖。你不要用手摸这么烫的东西、啊。好。好。你的热水来了，啊！我决定我去上厕所，还是想好吧。啊，那边有啊。那你小心小心， okay. 你拿这个。真的。我回去起床。他去吐舒服吗？我去上个洗手间啊。他去吐。哎，哎，怎么烧完水人没了？小心。他想吐。去吐了啊。他想吐。他是哪个房间？那个。我没什么高反，还好。我也没有哎。他以前是不是没有上过海拔高的地方？他说他以前来过香格里拉，一路坐车一路吐。啊！哦，那他真的不行，那他真的这没有办法，这个只能慢慢的，只能慢慢。他就而且有的人就一直适应不了。龙哥，你坐我这。正常。吸氧，正常。啊，龙哥。大雅去休息了。哎呀，高反没办法。